今日咧，我就想介紹一個我新買翻嚟嘅美容機啦，算係。咁係一個 Yaman 牌子嘅美容機啦，就係、是、咁樣嘅 Yaman 牌子嘅美容機啦 ，Yaman。咁其實佢係新出嘅，而且係做緊 discount 啦，所以我就買咗嚟試嘅。有咩特別呢？佢係有兩邊頭啦，咁一邊係凍嘅，一邊係熱嘅，咁兩邊都做到一個唔同嘅效果啦。而且呢部機嘅特點，佢有個尖位喺度嘅，咁例如有時啲鼻翼位啊、眼呢啲位咧，都可以用呢個釘釘去尖釘去做到一個清潔或者保濕嘅效果，唔好似平時嗰啲機咁係平嗰啲就好難做到嘅。咁佢有個尖端位咁樣啦，就冷熱同步啦。另嗰邊咧，佢就係一個42度嘅 HSP 嘅。咁其實咩嚟嘅呢？就係、是、可以、保護翻你個皮膚啦。每日你受紫外光嘅影響咧，咁42度 HSP 就可以保護翻你個皮膚啦，同埋可以增加翻個蛋白增生嘅，就可以做到更加有彈性啦皮膚。咁同埋佢就會有三種離子強度啦，可以校 level 嘅呢度。可以校 level， 咁你可以因應翻你個皮膚去校弱啲啦，定係強啲咁樣嘅。咁最後一個就可以配合翻你自己嘅保濕霜啊、美白霜去用嘅，即係你唔使一定要用翻佢牌子嘅嘢，你自己產品都可以用到嘅。咁首先講咗第一個毛先啦，咁就係清潔嘅。咁開咗機啦，就見到其實佢有一啲燈喺度啦。咁第一個就係 hot 嘅，佢校咗 hot 啦。咁 clean 咧就係得 hot 用嘅，即係佢就有三個強度俾你揀嘅。咁 clean 係點樣用嘅呢？就加塊棉花啦，咁樣佢有個夾喺度嘅，咁你就加喺度啦。就加喺度，就可以加翻你嗰啲 toner 或者你嗰啲卸妝水去用嘅，就可以做一個清潔咁樣啦。咁清潔就用熱嗰邊啦，凍嗰邊就做唔到啲咩效果噶啦。咁清潔就可以清潔翻你卸妝唔乾淨嘅嘢啦，或者留咗喺面部嘅塵啊，或者污糟嘢都可以清潔到出嚟嘅。你就會見到塊棉花係由白色咁樣啦，變咗有少少黃色，或者最污糟就變咗黃黑色咁樣啦，就好核突嘅。咁就可以校翻個強度啦。咁 clean 咧就講到咁樣啦，就做三分鐘，咁佢就會停噶啦，係咯，就會停噶啦。咁另一個咧就係 moisture 啦。咁 moisture 係咩咧 ？moisture 係咩嚟嘅咧？就係、是令你啲精華或者啲 cream 更加吸收啦。咁係要配合棉花或者 mask 去用嘅。咁棉花你就咁樣套喺度啦 ，mask 你就可能敷緊 paper mask， 跟住你就按摩咁樣啦。mask 就你倒啲精華落去塊棉花度就做按摩啦。它就會令你的精華更加吸收在皮膚底層，還有它有42度這個 HSP， 它就可以做到好像一個蒸汽護膚的效果的。那也是做3分鐘就夠了。那另一個 mode 就是 smooth 啦， smooth 的。那 smooth 是什麼呢？ smooth 就不用用棉花的，就用不用的就你自己決定啦。那一邊凍一邊熱的，例如你擦嗰啲 gel 或者 cream 喺塊面度，你想更加吸收咧，你就可以就咁按摩啦。咁尖尖位就可以做呢度，眼都可以做嘅。你可以擦啲 eye cream 喺度啦，就按就拉咁樣做一個提升或者更加滋潤嘅效果嘅。咁再用凍嗰邊咧，做一個修毛孔或者一個吸收嘅效果嘅。有個 tips 俾大家啦，就可能你做咗凍嗰邊30秒，跟住就再2分半鐘咁樣做按摩啦，唔係2分鐘咁樣做按摩熱嗰邊嘅，咁之後做一個修毛孔收縮嘅效果咧，就再用30秒凍嗰邊去用嘅，就係咁啦。咁就如果你用 eye cream 做按摩咧，都係一分鐘就 OK 嘅暖嗰邊，咁30秒就。凍嗰邊啦，咁就做嗰陣就一定唔好戴 con 去做，如果唔係就會對眼有少少影響啦。咁眼窩都可以做嘅，就佢有時咧就會好乾嘅，即係你擦 cream 冇又擦好大皮噶嘛，你可以加少少水落去就會易推啲咯。嗱，呢個我嘅意見啦。咁呢部機另外咧，佢可以平復啲細紋啦，或者做到一個皮膚更加有彈性嘅。咁佢係點樣用呢？你搽完啲 cream 啦，你凍嗰邊用先嘅，凍5秒，熱5秒，凍5秒，熱5�秒，咁重複10次左右啦。
咁就可以做到一個平復細微嘅效果嘅。咁如果要皮膚更加有彈性咧，就15秒凍，15秒熱，重複咁做，做3分鐘就 OK 噶啦。咁呢部機就個好處就係佢凍同熱啦，有同埋佢有42度嘅 HSP 啦，就可以保護皮膚啦。同埋佢有個尖端位嘅，同埋你可以用翻自己嘅 cream 去做嘅。咁凍頭先講咗凍熱凍熱嗰個咧就是、第五個啦，佢有分到 hot and cold 咁樣嘅，或者第四個係 eye care 咁樣，你就可以揀翻你想做嘅嘢去做啦。咁我買呢部機就1600都唔使就買到啦，因為佢而家仲有 discount 咧，就非常之好嘅。而且佢就唔可以濕水嘅，即係佢唔係防水嘅。咁嘅好處就係咁啦。咁其實我覺得咧，每個女仔都一定要有一部導出機嘅，或者導入機嘅。導出就當然要清潔翻你嘅皮膚啦。咁其實如果你皮膚唔清潔咧，即係唔乾淨，唔做導出咧，其實你搽幾多嘢都唔會吸收得好好嘅。即係你要做到一個最乾淨嘅清潔咧，你搽嘅護膚品先會最吸收噶嘛。我覺得，如果你啲污糟嘢塞住曬啲毛孔咧，其實你啲護膚品是吸收不到落個皮膚度嘅，咁我的 tips 就是咁啦。咁呢部就係 Yaman 嘅 Hot and Cold， 嚟自冰熱美肌棒啦，叫做棒咁樣啦。就好處就方便咯嚇，我都用咗一個月左右噶啦，導出都 OK 嘅。其實可以做埋頸嗰啲位咧就好污糟，好污糟嘅，就可以做埋導出嘅。咁就係咁啦，呢部機就係咁樣介紹俾大家。咁又平又好用，又多功能。咁大家如果想買導出機或者導入機，咁可以買呢部導出導入都做到嘅機啦，又有凍熱效果嘅。咁我嘅分享就係咁多啦，咁希望大家中意我嘅分享啦，拜拜。